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区块先生 Crypto 节目。没有错，又是这件外套，又是这副眼镜，代表说同一天拍的这一集。今天我想要讨论一下 Luxware 出了一个新的产品，跟 NFT 跟 DeFi 完全没关联，它是一个 gambling 产品，叫做 YOLO、哦、你看到它的这个官网就会看到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YOLO 的这个 logo Go Big or Go Home、哦、然后就是一个线上链上的这个轮盘，对，然后呢它除了可以赌以太币、Luxware 的 Lux 代币跟 NFT 以外，还可以啊，没有，还可以赌 NFT 这样子。那我完全没有玩过，所以你们现在是第一手看到我来尝试用它这个 app。好，在开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All right, 那当然赌博更恐怖，所以绝对不要乱碰。今天就完全只是我自己在乱测试的，我只能跟这样讲了。那 Luxware 它也有自己的代币，叫 Lux 代币。那这代币在高峰的时候也是超 crazy 的估值吧，大概60亿美金估值，现在已经跌到5000万美金估值了，对，然后从来没上到币安，但是一直有传闻说 Luxware 是前币安员工开发的这个 NFT 产品这样子。好了，那我们直接开始吧。我刚才还问了一轮这个 ChatGPT， 哎，他写的这个 Terms of Service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看的地方？对，你看啊，叭叭叭叭叭 ，Lux 写他也没特别讲什么东西了。好，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赌场吧。OK， 他说在开始之前呢，by entering a round, you indicate that you fully understand the rule of the game, and if you lose a round, you lose all the asset that you enter into the prize pool. That's YOLO, baby. 就是跟你讲说啊，你要了解这个规则，当你放钱进去，如果你输了，就全没了。这样，然后他有这个 rule 可以去看啊 ，minimum enter 啊，最低是0.01以太。然后呢，它有不同的 chance to win， 这样。然后 what NFT legit right now? There's no definite list of eligible collection, but you can simply hit enter now on the YOLO game page to see all eligible NFT in your wallet。好，反正不管了，直接开始了。好，它是每五分钟一场，所以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错过一场了？啊，他在选那个 winner， 你看他现在在狂跳。然后 ，OK， 结束了啊，是这个家伙赢了这个 YOLO Buckup， 这样他赢了两倍，0.06啊、以太。好，到我了没 ？OK， 可以 Enter now。你看右边哦，我们真的是刚好。你看五分钟一场，这样好 Enter， Let's play。OK， 加以太，还可以放 Luxware。我们来一个 0.0， 它是多少？ 0.01 是最少，那我们就来一个 0.1， 要不要？然后要做什么？就这样吗 ？Add。OK，Confirm、okay, 是这样。哎，我进场了 ，You 0.1， 我有 71.43% 赢的机会啊！这是我第一场，我是一只老鼠，我还没有赢过。最大的胜利也是零，然后 luckiest win 也是零。好，我的对手是谁？我的对手是 You YOLO Fuck Up。哇靠，这个人赢过102倍，然后最大的赢是 4.78， 这是什么东西 ？Biggest win 是 4.78 以太吗？然后他赢了28次，他玩了180次，还可以 view profile。哦，这是他的 NFT profile。那有没有他？我要看他赌博的 profile， 他赌博 profile 在哪里？然后还有什么？就这样。然后现在有28个人在看我们玩。然后还有3分36秒要开始，一场最多50个人，至少他现在设计这样。然后我看一下、哦，我旁边有一些观摩的人。然后现在总奖池是 0.14 以太。所以说我输的话呢，我赢的话我能赢 0.04 吗？有这么低哦？那我到底在赢小啊？我还可以看前面几场呢。
我前面有些零点零点四、零点零、零点二，那我到底是在赢什么？哎，怎么都是这个人在赢啊？这运气超好，看一下，他应该加个什么聊天室在下面，大家就可以在那哈拉一下。哦哦哦，都是这几个人在玩。好，哎，那我到底是赢什么？哦，我是赢他的哦 ，sorry， 因为我是放零点，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刚开始以为我放以太 ，OK， 看清楚，我是赢0.04以太了，对对对，所以我可以赢这他的那0.04，我有71%的几率会赢，28.57%会输，对，好，然后还有 Raffle 是什么东西 ？Raffle 11 result 200，哦，这个是抽奖嘛，像那种去那种。动物园抽奖那种 ，view the result of previous raffle here。这是什么 ？Total entry bar， 他买了57000票，然后，这个人，这是什么动作？看不懂。Raffle number 11 result， 这是买票的人，那到底是谁赢啊 ？Here's how it works. Your entry places you in a probable什么 probably fair raffle with the chance to win prize like blue chip NFT and Lux token. Come in first place and you'll walk away with grand prize. As for runner up, they can win additional NFT and Lux. Every entry and the chance to win a prize. The more entry you have, the more prize you can win, and the better your odds of winning. My God, 我鼻子超级过敏。Hit the button below to buy your ticket, and you need a whip t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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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所以至少拿 NFT 去赌哦，哎呦，这有点恐怖啊！好，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刚那个 YOLO 到我们了没？开盘了吗？59秒开盘。好，我们第一次进场，有没有机会呢？左边 Mr. Block， 右边这是 You all YOLO fuck up， 来吧。有点紧张，全身都有点，你知道吗？发凉了，怎么办？晚上能不能加鸡腿，就看这一把。All quiet, OK, all quiet, 安静。24秒了，这是什么 sniper 吗？我们要被 snipe 是不是？这该不会 one sniper？ 哇，杀回啊！这是什么？这有还有这种功能哦？哦 ，sniper 就偷偷进来是不是？有那么。基安四生吗？哦，如果他突然进来，哦，你看 sniper 进来了，放 0.2 的 ，Oh my god！ 各位，我们可能要输了 ，sniper 进来了，他出 0.2 以太，而且我不能再加钱了，这就是一个 sniper， 而 sniper 还放了一只 NFT 啊，这代表说我赢了，可以赚这个，又可以赚 NFT。OK， 好，开始转了。开始转了，各位，我有 29.41% 的机会可以赢，开始转了，各位，我可以赢 0.14 以太跟，啊没有，我可以赢 0.24 以太加一个 NFT， 开始转了，各位，这音乐为什么没有转盘的声音？我们是不是要播一首歌？开始转了，各位。现在是要 refresh 吗？还是没有 ？Your chance, your winning chance, 29.41%. OK， 会不会来一个梅花？有办法 flush， 就看这一排了。好久、哦。Oh no! 拉拉赢了 ，I knew it. 这个拉拉进来 snipe， 我们就 GG 了。拉拉进来 snipe， 哦、oh, ，take me home。好啊，解释完了，瞬间亏了0.1颗以太，为了你们，
为了教你们怎么用这个产品，然后输了。而且我刚发现一件事，这个拉拉很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拿了一个 NFT 来用，然后这个 NFT 的 floor price 大概是 0.2 以太吧，是不是 ？Renga 现在多少钱？看一下，他拿的是什么 Renga Collection？ 哦，没有 Renga， 对， 0.2 以太，他拿一只 floor 来赢我的钱啦！哎呀。哎呀呀呀呀！这个人啊，哎呀呀呀呀 ！Anyway， 好吧，原本可以赢他这一支，然后是怎样可以拿去卖，是不是？然后，但 floor 也不是 listing 啊。好啦，算了，输了，不能上瘾，对，不能再玩了。如果大家觉得想要之后看我在这边玩 YOLO 的话，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因为其实最近啊，很多这种。Bidding 的网站像是好几个什么 Robit 啊 Stake 啊这些就很火，当然我觉得争议性都很大了，但是毕竟 Gambling 是一个很大的应用，尤其在 DeFi 里面，尤其是在 Crypto 圈里面，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去中心化的赌场出现，所以我觉得那也是很特别的一环，好吧。但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反正赌钱是很恐怖的，真的就是不要参与到赌钱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做好自己的研究。好，记得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